伯正是在孤雪砸了很多很多的钱，上亿在孤雪。可是现在我们在师傅，我们需要经费，绝对不是说我们要去那边跟师傅的人买票，我们绝对不是要去跟伯正学好这种买票的这种做法。只是我想说，当我们在打一场孤雪的时候，我们还是需要有很多的工作者，需要有很多的人力、物力、布条、机设等等东西。所以希望在场的朋友们、抖音的朋友们，能够的话，你给我们投资经济上一点点的帮助，也在精神上给我们最大的打气。所以现在呢，用这首掌声响起，来希望大家也能够多多益善的来支持我们、帮助我们，谢谢大家。Thank you.